是李佳玉，今天来密西来走一下价值不菲的石头，来看一下能不能走够了今天呢。这次好像看到有一块。现在爬上这里呢，虽然比较高，但是看上去有点久远，上面呢也没有什么石头，也比较干净。现在这个月份来说呢，是七月份，在民间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节啊，开门，就是尽量这个月份的话去山上的话，尽量不要跑得太远，那个水深的地方呢也不要去。现在爬上这里呢，也又回去了。上面的话还是比较远比较高的，就不爬上去了，就比较危险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，再见了，拜拜。